你做什么吗？要做什么呀？当然是介绍我们的班级模范生啊。我们现在请我们班的模范生出场，让大家认识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六甲模范生詹奇瑞，今天很高兴能在这里见到大家。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个人小档案吧。姓名是詹奇瑞，破蛋日是101年2月25日，绰号是台湾猕猴，猴腮雷啊。平常的兴趣是画画、弹琴、打 Switch。他今年参加全国钢琴比赛，苗栗县出赛，荣获优等的佳绩哦。哇，好厉害！接下来我们请他来表演一段吧。同学们大家好，接下来你们将看到一次难忘的自我介绍。友情提醒，千万不要眨眼。3, 2, 1, go！ 我的名字叫做詹奇瑞。请注意，接下来我将仔细介绍自己。来吧，学习弹琴、对战、画画、旅游、吃美食、运动、耍废。我穿了几件裤子。我要穿几件裤子呢？下一个告诉你。都是我的爱好，当然还有唱歌，不过我唱得很烂。目前读小六，还是一条单身狗。不过我开朗、活泼、善良、自信，有责任心，乐于助人。我热爱生活，崇尚自由，现在追逐梦想，打拼向前，渴望高飞。Hello， 未来将与大家一同前行，我们一起认真学习，我们一起欢乐耍废，我们一起把手中神圣的一票投给二号詹奇瑞。谢谢大家。
最后，大家请把手中最神圣的一票投给二号詹吉瑞，谢谢大家。